我们看了荧屏夫妻的片场过招，那再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些片场的开心果们。如果没有他们呀，这个剧组的生活可真是少了不少的乐趣呢。要说到开心果，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已经年过半百，但却有着一颗少女之心的宋丹丹。对于宋丹丹来说，从导演到演员再到场务及片场工作人员，都能被她给折服。哪个男孩子小时候不打架？你年轻时候不打架啊？我告诉你哥，我还就烦那种孩子，哎，嘴上说我打你啊，然后不敢动手，没劲。随着加恩慈芳的热播，宋丹丹赵宝刚这对崭新的搭档走进观众视线，很多人没想到首次合作的两人居然如此默契。其实能促成此次拍摄背后还有不少故事。